我是要当演员。哎，你好，我是今天的演员，请问一下，我要向谁报道啊？我现在需要一个最耐打、打不死你，打不死哎。这次非常荣幸，终于可以和上帝打招呼。哎，你不会就是那个上官凌云的妹妹吧？怎么可能啊，差那么多。对啊，他178，我158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上官弟弟。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啊，上官凌云是你的？我姐。你们姐妹俩发展的方向不太一样。点哥，你其实可以老实说啦，上官凌云就是巨星，我连演她的丫鬟都没机会吧。我们正在筹拍一部宫廷电影，现在找上官凌云演大公主，找你呢演二公主。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和我自己的妹妹合作，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能够擦出不一样的火花。还擦出火花嘞，擦你屁股吧。如果你想要当明星的话，我希望你学习成熟点。比赛正式开始。她是你姐啊？她不是我姐，她只是一个讨人厌的女明星，叫上官凌云。她不过就是个谐星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证明谐星也是会演戏的。我打来，想请你退出。老娘才不怕他嘞！老娘等下看到他就立刻……你就是要扎我的台是吧？现在全世界看笑话，高兴了吧？我很高兴，我就是一个谐星，我的专长就是让人家看笑话。知道要面试什么吗？购物台的助理。购物台助理要做什么？知道吗？要敢露。露你个头啦！露，要口齿清晰。来，照着念一遍。红鲤鱼与绿。照你这种速度念，要活得够久才听得完，一气呵成。Understand? Yes. Go. 红鲤鱼绿与绿，红鲤鱼绿与绿。红鲤鱼与绿鲤鱼与绿。